大家好，我说听，首先恭喜吴佳朗两局直落战胜郑嘉恒夺冠，也恭喜郑嘉恒夺得亚军。首局开局，吴佳朗一路领先，打了一波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双方比分一路追至19-9，但吴佳朗还是以2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比分9-9后，吴佳朗略微优势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吴佳朗更是直接打了一波10-8，以21-17拿下比赛。